颗心可以跳动多久，只要充满热爱，就可以永不停歇。热爱母亲的微笑，热爱孩子的撒娇，热爱梦想的希冀，热爱真理的崇高。他会因苦难而沉重，会因兴奋而加速，会因荣耀而愈加鲜红。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，95年初心未变，为梦前行。